这个无字不简单，左右对称，而且笔画较多。我们先给出中间这个主笔纵向的这一笔，但是呢不要到头，因为我们还无法准确判断它下面到什么位置比较合适，所以宁可不够也不要写过。这横写完之后倒推上去写这笔胡画，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左右对称的了，然后再添加左右两边的结构。对比字帖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似乎上面短了一点，再增加一笔没关系的。然后这个位置呢可以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左半边全部写完再写右半边，但是我觉得呢左右参照着写，这样交替往复似乎更容易掌握一些，反正两边结构一样嘛，既是对称的又是相同的两组结构，这样呢更方便比较。然后写长竖，同样是左边一笔右边一笔，注意平行，再给出下边的胡画，两边一样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位置了，短的话呢稍微加长一点点，